这个病。我最近就其实咗两只手指都系即系越嚟越冇力咯。讲紧几个月前咧，一分钟打咗四五个字啫，咁而家一分钟就两三个字左右。几个月都入咗四五次医院啦，咁有两次爆肺啊，同埋有感冒啊，因为我咁多年咧个肺嗰、那个肺功能已经好弱啦，所以都系随时就会爆肺啊。Spinraza 呢只药咧引入香港，真系好开心，真系好多谢林太同埋一众官员嘅努力，等只药系咁快嚟到香港。我相信对我哋所有患者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希望。我哋始终罕见病咧人数就唔算好多嘅，就全香港就少于100人左右。深圳政府咧对罕见病患者咧係好關注，咁所以咧都希望可以去將來可以再做多啲咧，等罕見病患者都可以生存落去啦，同埋繼續可以貢獻社會啦。